火箭经由高空爆炸散射，海军在资源共享联合行火箭发射了，现在第一攻击组完成任务后，迅速左转下降高度，1155榴炮发射了。各位请注意前方电视荧幕。本次参演的 M60A3 战车具有高机动力可击机，可进行夜间作战，精准打击目标。炮弹将在同一时间各打目标区，炮弹还在目标区。他越近岸，我越严格。弹敌进入射程，不但命实施射程。